手指方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雷警示牌。此片雷场为1989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由以色列布设的。这整片雷场预计10000多平米。根据联黎司令部给我们下发的雷场资料和我们现在扫这个清排的情况来看，这个整个雷场大概约有1000余颗以色列四号防空地雷。这个时候进行挖掘的时候，我对树根的一个作用力有可能反馈到地雷身上，所以我们在作业的时候就避开了树根，然后从侧面开了一个大的挖掘口，对侧面进行一个挖掘。